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羽。我们来看一下8月24号的运势对十二星座的影响。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处女座。今天我们首先要祝处女座宝宝们生日快乐。第一名处女座呢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橙色。不管是感情还是工作方面，其实你的直觉还是蛮准的。只要你对自己的审美和观念是有信心的，就会有适合的机会出现哦。第二名天蝎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深蓝色，跟服务、展览、艺术、运动有关的工作，如果你有认真的耕耘的话，今天你能得到让你有成就感的收获哦。第三名牡羊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黄色。伴侣关系呢，对你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物质上的你争我夺，而是你感觉到对方想的跟你想的其实是在一起的，所以有意识的去协调你们之间的观念，那是对你的感情有加分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需要努力的星座，第一名双子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粉红色。今天在工作上多动一点脑筋，注意去随机应变，只要能够适应客户的要求，你就有机会把握这次机会哦。第二名巨蟹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蓝色。跟大家一起聚会当然会很开心，但兴致起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自己的荷包也是要顾一下呢？什么不能花钱，你心里面自己要有底哦。第三名金牛座，今天你的幸运色是白色。你今天可以为自己多做一点事情，虽然陪伴家人是你义不容辞的，但是找一点时间让自己放松，你可以更有能量陪伴你的家人哦。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，你的过去可以成为现在的养分，我们今天还是要一起加油哦。